哎，上完厕所，舒服多了。哎，我这面怎么少这么多？这美女怎么回事啊？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美女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干嘛坐我这？这我……那个美女，不好意思，你吃。你把我面吃完了，我吃什么？那要不这样吧，我请你吃面。那好吧。这美女长得也太哇塞了吧！你吃饱了吗？哦，对啊，我吃饱了，谢谢你的面。那个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再不主动就没机会了。美女。